Hello，婷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婷婷，好认真的看着爸爸。哦，你想要讲话哦？你要讲 Hello， 对不对？对哦，你想 Hello。啊，婷婷这么厉害哦！啊哈哈哈哈！我们婷婷还没两个月哦，就会想要讲话咯。Hello， 是爸爸讲 Hello 的音调太奇怪，因为爸爸在学姐姐讲 Hello， 姐姐都这样讲 Hello。Hello， 我们婷婷在看镜头，看着相机的镜头。对不对？你应该很上相，对不对？